浪，许多人眼睛很忙，除了看冲浪好手之外，还忙着看这些比基尼超辣妹。穿着比基尼十多位漂亮美妹在海边摇过来又摇过去，摆起 pose， 个个好专业，养眼画面，专业摄影拍得起劲，民众也看得开心，就连艺人妥中康都跑来看。东森新闻来日请郭淑静宜兰报道。